这个不着相在佛学里边先从人无我开始证，先从无我开始去认知你是个虚妄的，知道吧？因为先从这儿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我们一开始肯定找嘛，哎，不找内境就找外境嘛，哎，内境就内外境的相嘛，也不是，就说最有的是本能的就找了，这一往这儿放这个东西说，哎，白的红的蓝的都找了，你一看就知道。还有就是烦恼跟烦恼跟快乐或者一些其他事吧，你能从不定义开始，但是那个本能的就定义了，它就是红的，你都没去过脑子的，它都已经做出反应了，是吧？啊，吃的酸的马上就开始咧牙了，就流口水了，本能的反应嘛，是吧？这都是本能的着相了，本能的你已经被困在这些相里边了。那先从自己开始，就说从人无我开始真的，就说你是个虚妄的嘛，这个人里边是没有你的嘛，那么说明这个人里边既然无我，好，那么是不是这个人身上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无关，所有的状态他会刹那刹那出现100种状态，本能的反应，各种着相啊，他着相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他，是不是？好，不是，这是个认知，我知道你现在剥离不出去啊，是吧？但是先从这个认知开始剥离，我们就是个精密的计算机，这个手机就是靠所有的这个软件说这些东西信息来控制的，你不要以为你这些认知会控制你的，你怎么认知你？你认为你就是这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的所有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，因为你在意它，是吧？你在乎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的喜怒哀乐才能影响你，你不在乎他怎么能影响你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先不在乎他，不在乎大家说，我不是说把我们这个肉体扔出去啊，你要借这个修行呢，不在乎不是说先当这个东西发生任何反应的时候你是没有动的，在第二念你只要停止第一念反应了，第二念你能停下来，先修止，停下来，而且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影响你了，因为跟你没关系，就是一个众生在做，那个众生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一样的，他坐在这做一件事跟你没关系吗？你做一件事跟你也没关系，你是人，人无我嘛，人里边没有你，没有自我，那你是什么？你是如来无处不在，无所不能，但现在你回不到那个，就无处不能。好，这个人里边是没有自我的，上一秒做的事已经不存在了，上一秒就那是其他众生做的，但是我这样子是个修法，不是让你不认，做了啥事也不认，那不是我干的，不是学无赖啊，是这是个修法，因为对你来说，因为每一件事每一件着相的事，着了就着了，赶紧第二年停下来，当你觉照到自己着了就停下来，然后去用文思考，用佛的见地去思考，然后把它放下，迅速的把自己打捞出着相的状态，打捞出来，就是那每一个打捞都是离开了此岸，进入了彼岸的状态，就是哎，这样的就回来，让自己回来，回到修行的位置上，这样时间长了就不着相了，就是着相的那些也不是你，啊，不认他，曾经每一个都是新你，每一刻你都是新的，每一刻都是新的，每一刻跟前面都拜拜，每一刻跟前面都拜拜，上面着下了这一秒你已经不着了，上面着下了这一秒又不着了，就这么修，安住修，从觉照从止开始，从不动开始，因为你说从不动开始我们动了嘛，我刚才意思说你肯定本能的也会动，你说我要如若不动觉而不动，但是它又动了嘛，动了的已经是过去的，那里边不是你，就是只是一个人的本能的运作，这个人嘛，人他有眼耳鼻舌，他本能的在运作嘛，就是一个仪器在本能的运作嘛，人里边说没有你嘛，是吧？这个本能的运作跟你没关系嘛，你始终是如空性嘛，你是佛嘛，你没有动过嘛，这个本能的运作你现在是依靠它来在三维角度成道的，所以它的运作它会有本能的运作，是吧？它本能的会着相，知道吧？就是你先从跟它没关系这一个概念开始，如果你跟他没关系，是不是他做的上一秒事情跟你这一秒，只要让他不影响到你下一秒你就赢了，知道吗？他上一秒他着相了，下一秒你已经从那个他着相那个过程中你已经解脱出来，你又安住在空性这儿了，是不是他已经不影响你了？先从这儿解脱，就不要让他牵绊你，他上一秒他做的事情这一秒你已经把他清理掉了，至于他在那儿受因果再说了，但是你这一秒你的认知上已经回到了不受影响的新的你的状态，
知道吧？回到了不受影响的状态就假名为心的你，不受他影响。这是个状态，你很知道吧，是吧？否则你这么详细的跟我说你个状态是吧？那个知道的不是，那个知道的才是你。先以这种你知道的，那个知道的一直在那儿，也没病过，也没糊涂过，从来没糊涂过。你脑子快休克了，你的脑子都是成那样了，他还知道，他寥寥分明。吃药，然后呢休息，然后呢想好的事情，调整。再加上休息，同时来啊，先从心不病开始吧，心不病开始，你神经系统就你会好的，只是先从心不病开始吧，就这么一天一天你会好起来，但刚才我说的人无我还不是完全，那是个修法，因为佛学里边的人无我是说没，就是说人里边没有自信，就是说法无我人无我，就是说动无自信啊。就没有一个我在那儿，没有一个真的你在这儿，知道吧？都无自信嘛，万法无自信的状态。但这些概念咱先放一放，不讲，我就说怎么修啊。如果你很虚弱的话，也可以调整一下。但我觉得你们都挺正常的，都挺好的，哪有什么病啊？但是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么虚呢？这么虚呢？都没病啊，都脏气挺全的，呼吸干皮肤是根本团体，还挺健康的。你要查的话，但自己就觉得虚啊虚，就是难道受地球引力的影响？外力在影响。